东南分局日前接到情报，知影讲管区内底有民众涉嫌非法有这改造枪。伫个高警调单位共同组成专案小组对查集合，伫十八个分别伫个彰化、昆林以及嘉义等等个所在，查到大量个改造枪以及改造个工具，根本就是改造枪个工厂。目前专案分别移送台湾昆林地检署以及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，并且会继续来对查这枪。最近斗南分局是接到警指，伫管区内底有两名民众是涉嫌非法地有改造手枪，伫各警调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来追查，是伫十八号分别伫彰化、昆林以及嘉义等等县市，伫现场发现大量的改造手枪以及改造的工具，根本就是一个有规模的改造手枪工厂。目前专案分别移送昆林地方检察署以及彰化地方检察署来侦办。本分局日前接获情知，得知刘姓及陈姓嫌犯涉嫌非法持有改造枪支，于昨日申请搜索票，分兵分各路前往查缉，查获刘姓嫌犯分别藏在嘉义的黑蜘蛛 M4 突击步枪一支，以及在云林县斗南镇查获他的改造90手枪一支，子弹总共15颗。另外一部分到彰化县的二水乡的路上，当场又查获陈姓嫌犯持有改造冲锋枪一支、子弹29颗以及改造枪械工具一批等证物。在这处靠岸改造手枪内底，警告有火力强大的奥迪 M4 步枪，好加在有警方的及时破案，才会当避免非法手枪造成社会危害。他使用的子弹跟这个90手枪是一样的。我警方常用的是物资跟 MP5。对啊，没有，他为什么黑帮会想用这种？因为这个火力强大，而且便于携带。目前两名嫌犯已经依照违反枪炮弹药得海关这条例罪，来移送台湾昆林地方检察署来侦办，警方也来继续调查手枪的来源。有关于这次的查缉行动，有效的打击犯罪。我们来及时的遏止了这批枪械枪弹对治安造成的严重危害。陈姓、刘姓嫌犯在我们侦讯后之后，我们会加强持续向上溯源来追查枪支的来源。斗南分局呼吁民众，若是知影有非法枪支，请看110报案电话，也就是到各警察机关来举报。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。